那就吃啦，等下相亲的那个啊，又来。哦，这白不吃，这花钱的呢。对，山上哪次知道这些啊？吴三，不好意思，过来一下。今天有什么需要为你们服务吗？卡，那个我要点一份废除的大便。啊？白痴哦，这边台式料理的。哦，那我要点一份泰国废除的大便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漂亮呢，这是我的儿子古拉。什么废话都不用说啊，讲出你的条件就好了，我不介意啊。古拉先生，其实我也只有两个条件而已啦。什么要求？第一，要够帅。第二呢，要有车，这很简单吧？你现在当我是象棋啊？要帅又有车。好了，我也跟你直讲了，你的条件也很简单啦，也是在象棋里就有了啦。什么条件？有炮打就可以了啦。儿子，这次不要再像上次一样那么冲动嘞。哎，知道你很自卑，自己长成这样。我长怎样？我有说过自己很丑吗？啊，妈妈不是那个意思啊，反正这次你要好好把握。女人哦，就是一样现实啊。你这样子讲，妈妈就不平静喽。当初你爸爸说要跟妈妈在那个地方啊，我也给你爸爸看了，当然你爸爸要负责啊。啊，我都长大了，你还要骗？爸爸就是泌尿科的医生啊。啊，不管了啦。抱歉，我来晚了。阿姨您好，你应该就是我今天要相亲的对象古拉吧？一样，什么废话都不用多说。直接讲述你的条件，我不会介意。我想说，长相我不是太苛责，但至少有车有房是基本的吧。再来，你看起来也三十好几了吧，积蓄至少要来个百来万吧。然后，对，你们女人都一样，只要嫁给一个好男人，就可以什么事都不用做。但我不行，我是个男人哎，如果我要有个漂亮老婆，我就要有房有车还要有钱。如果我什么都没有，你们根本就看不上我。对，男人天生就是犯贱，没有好的学历，你们说我们是废物；我们没有好的事业，你们也说我们是废物。你以为男人这么好当吗？不然你想怎样？我想当个女人啊！Thailand food. That's great. Oh, good. Oh.